卧槽，这么多只！哇，还有会咏春的，我的天，怎么办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球妈的玩具怪游戏，叫做《进击领悟局》，是时候反击邪灵了。饰演持枪的驱魔师，清除不法之灵，解开奈良保家林阳村入侵之谜，是一个物理型的驱魔师啊！看画面就懂了，我们直接开始。打电话没人接，跟我一样，没有朋友。过桥，打开灯光。啊，我有个手电筒，了解了。哇靠，画面怎么这么卡？啊，我拿着什么？我拿着一根细细长长的手电筒，向前瞄准手电筒。哦，懂了懂了。我为什么感觉画面有点卡卡的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没事，不要紧张。调查最近的建筑物。哦，有个标点欸，不错哦。最喜欢那种把任务地点标出来的游戏啊。不用这边迷路找了。冲刺。好的。有东西在追我吗？停电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有手电筒。怎么这么黑？在房屋内寻找居民。你好，这里有人吗？哎，什么声音？灵异现象，太恐怖了，各位。没有人啊，这一间的人死去哪里啦？又怎么的啊？哈，一直叮叮锵锵的。调查隔壁家。すみません，怎么进不去？すみません。你好，我必须说这游戏其实有一点点难操控。在哪里？干，不要再躲了好不好？想被打是不是？哎呦！啊，这个是居民吗？调查二层楼房。好，原来我刚是没有触发到这个惊吓点，所以剧情没有进展，好不好？这是要一步一步来的。他说要调查这一间嘛，虽然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，哭啊！一定要照着任务跑啊，不要偷鸡摸狗的。寻找居民，跳跃，欸，这游戏可以跳跃，啊，不早说。手电筒可以把鬼敲死，很厉害哦！所以现在可以攻击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攻击？攻击？没有，现在不能攻击。卧槽，这么多只！哇，还有会咏春的，我的天，怎么办？我是进击灵物局的公认除灵师，名叫白石。违法幽灵的驱逐工作，现在开始由我代理行政执行。鬼表示傻眼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多，怎么开枪？
时代变了呀，你至少也装上消音器啊。而且这还不是搜查令，是道歉信吧？你以前写的。你看了我多久啊？从葛城立桥附近就开始看了。现在你的20点方向，从2小时前我就安排了无人机。比中指你这是性骚扰啊！是你无故旷工在先啊，还擅自带走了队里步枪，然后突然爆射。为了给你擦屁股，两晚没睡了，我又得熬地上的通宵了啊！抱歉，你刚说谁性骚扰？好吧，你听我说，大概3天前啊，这个官方账号发布了几条奇怪的通知。像是大规模灵异现象正在发生什么的，请各位居民冷静避难。网上买当地的土特产的时候关注，正好刷到了。想查看情况就已经被删除了，而且账号本身也不见了。村政府的主页也没了。从内到外突然不复存在了，赛河村。一天天过去，我越来越好奇，就拿这个旧地图来调查了。然后果然一个居民也没有啊，被违法的幽灵当成了大本营。一两个幽灵的话，一点也不奇怪，但是一整群就很怪了。不像是主动聚集，更像是被召集过来的，所以他们被动员召集了。专用的无线电可以通信，所以这一带应该是被结界隔离的。不知道是谁展开的结界，我为什么能进来也是个谜啊。好的，下次给我说一声再去。话说那个房子，你调查2层的吗？我这就去。科长不用担心啊，我有枪。我回家取个东西。他脸怎么那么白？工作怎么样啊？我正在分析这张符，一天两天是破解不了的，一不小心里面内容就没了。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你又在监视白石前辈吗？我觉得他这里没有那个，他这里没有配音，有点可惜，对不对？剧情都做出来了，但是没有配音。我感觉要出大事，你会在指令室帮我一下。调查2层，打开灯光，好，没什么问题的吧？这里有幽灵吗？贞子，内裤，等一下，这不行。坟场，哎，等一下，他们还没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反正这游戏应该没有什么经验之类的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直跑就好了，不要浪费子弹。靠，后面跟超多的，我走了，哎，我走了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哇，紧张刺激耶！原本以为是一款fun game，没有哦，很刺激哦。
蛋，完蛋。啊！我竟然可以把那个墓碑拔起来，是怎么样？我靠！我超猛的！哟！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比枪强多了。看这游戏有病是吧？哎呦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找死是不是啊？找死是不是？残余的幽灵进行除除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东西挥得我腰疼啊，大佬应该出来了吧？还有 BOSS 战是不是？哇，变回小萝莉了，又可以好好的疼爱了。依照幽灵法的规定，我现在开始对你进行质问。针对身为幽灵，哎，话都还没讲完就要踢一下，并非针对你身为幽灵是否违法，而是关于特定行政案件的自愿听证。首先，你贞子应该是在伊豆或是四国的吧？为什么到奈良来啦？我以前住的水井旁边新建了一栋房屋，啊，被无良剑商赶走了，是不是？里面在做恐怖游戏直播，传来的尖叫声太吵了。旁边住了一个实况组啊，在聊天软件上随口问了一下有没有办法，花子前辈就说在赛河村有个好住处。谁说的？花子，厕所里的。厕所里的，所以我们下一个要去打花子。他把很多幽灵都叫来赛河村来了，但是加一直拒绝了，说是被叫来打黑工的。咒怨都出来了，有个废弃学校，他应该在那边。而且这个主角开始点烟嘞，刚才被你处理的杂鱼，其中就有一个本来是这里的居民。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死后一般都会变成长发女鬼的默认形象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啊！没事，我自己也有点反应过度了。免费给我这么好的住处，总觉得有点可疑。被我打死了，安息去死吧！哇，这主角蛮可爱的。召集恶灵屠杀村民，使用结界封锁村子，太坏了，花子，应该不是这么痛恨现世的类型吧？真正的黑手是谁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边赛河神社，我是进击灵物局的职员啊。废话，就是要干爆你的脑袋瓜子。哪尼？
掉了、欸。能轰炸的话，刚才怎么不轰炸巨型贞子啊？针对私有土地的轰炸，需要本部的许可，刚刚才终于收到了。我们把赛和神社的巫女给炸死了，会和最近的神物厅打起来吗？没有啊，最近合作关系不错，两边都缺人。看来这个案件不是殴打二零就地解散这么单纯。先去刚才听到的废弃中学好了，我今天穿的水手服。为什么要穿水手服啊？因为可爱啊。因为幼灵看到迷路的柔弱女高中生，都一乖乖的凑过来的。你真是坏透了。春丽赛河中学。随着上元村人口的过度外流，在2006年并入附近的立平佐中学。拆除的费用和校址的用途都没了下文，废弃了校舍，到处都是亮的灯啊。这里的幽灵太多，本来忽明忽暗的灵异现象都变成长明灯了。那这些幽灵是永动机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节省电力了。刚才被本部人骂了，就因为干掉三个巫女。警察比例原则。就算对方是违法幽灵，而且对你有抵抗意识，对方手无寸铁的话，无需必要也不可开枪。烦死了！假如对方用铁钉球棒打我呢？那你也用铁钉球棒打回去啊，这个叫比例、欸。刚才其中一个巫女的身份从监控录像查出来了，前川希14岁，才14岁，正规警务队员，所以我们刚是杀警察。是的，前辈，上次一直喝酒，我垫了你的钱，你还没给我。神物厅有什么反应吗？赛和神社擅自行动，神社怎么会召集恶灵大军屠村呢？但是在周边区域也没有其他人做到这种事的组织。屠村有什么好处？不知道，但那真善老庙的产生点邪教也不奇怪。对着女厕所从里外第三个隔间敲三次门。但不知道在三层楼的哪个厕所，总之就是一层开始找。前往一层女厕，我现在有武器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我的枪呢？算了啦，这个主角看起来也不太需要枪。一楼的女厕。花枝，
在里面尿尿吗，花子？花子来了，打倒花子，好啊！你又怎么了啊？打死你！不是啊，你把枪掏出来啊，大哥！太弱了吧！首先，我想请问，用脚敲门，你父母是怎么教育的你？干你屁事啊！小屁孩少问我家事，你怎么从第二间隔间出来啊？假如真从第三个隔间出来的话，最近的学生都没什么太大反应了，所以我就想增加一些变化。我觉得你们还是自己看字幕好了，那个字幕超级慢的，应该无所谓，不用念了吧？为什么要从各地聚集幽灵？幕后黑手在哪？听过厕所里的花子是出现在什么地区吗？有多少个学校就有多少个花子哦，所以每一间厕所里面都有花子，全国的花子都聚集在这边了，大概三分之二吧，但是肯定有一个是原初的花子吧，就跟刚刚那个贞子一样嘛，也是要打王。他的书包红的发亮哦，要找红色的书包。但是学校里的太妹幽灵经常混在一起，拿了一根球棒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哎，我手电筒都不见了，有人在抽烟。哎，真正的花子哎。消灭一层的敌人，怎么那么多？哇靠，超多了！等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血量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他怎么会流血？我靠，超多！等一下，围殴我不公平啊，走开啊你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血量没了啊！我被打死了，犯规啊！哇，要全部重新开始哦，我的老天！
混进了一个关系枪。我这边是要把他们引出来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对，一个一个过来，一个一个过来。哎呦，跑好快哦！又怎么的了哈？又怎么？找死！来来来来来，再给我一个过来。你很听话嘛？听话。前往台阶，好啊！哎呦，偷袭不讲武德，在跳舞是不是？这么可爱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人类？废物。花子，喂，全校师生注意，现在开始广播。他要叫全部的鬼来弄我了。从现在起，由我许可，武器可以无限制使用。哎、欸，掏枪啦！谁能在二层干掉他，我免费送上一年份的护手霜。我操！你们幽灵还保什么尸啊？警察比利对吧？该掏枪了。我也允许你使用步枪和手榴弹。手榴弹怎么用？他没有跟我讲呢。哎、欸，切换左右瞄准。我们先看一下教学啦。不是啊，哦，按 G 瞄准的时候按 G， 好。哦，很凶呢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上不去啊 ？MP 5可以捡他的枪。啊，我原本的枪呢？看我原本枪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很多人呢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干偷袭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偷袭。哇，他们也会丢炸弹。讲台后面死了没啊？死了。啊，假外拔蜡啦！有啊，炸到了哦。我也有掩体啊，好，懂了懂了。哦，下杠 ，OK。我操！好像越来越好玩了。打倒二层的花子！我、哦、操，他还有那个堡垒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哎、欸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游戏好，我喜欢，就是这样。蹲下或者趴下靠近他，从正面击中的话就要死了。爬太慢了吧？我的血好像自动回的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等血满的时候再跑。好，逃！逃！他后面根本就没人啊，我靠！
喂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还以为我能绕过去把它打掉，结果那个是全方位无死角的，后面根本就没的，你知道吗？用灵力操控的机枪，哇靠！全部重新开始，我的天！站起来啊！哎，他刚不是还会站起来吗？死了没？脚外拔大了。八九四，我们捡他的八九四。去哪里？嗯，刚刚叫我杀掉他吗？我要怎么杀掉他？有炸弹是不是？使用机关枪，从楼下来了一堆幽灵。哪里啊？轻松松的，哎，这些幽灵拿枪对零子弹，啊，为什么射不死？不是，这怎么吵里外第三间啊，数量根本不是一个次元。这是高速服务区的厕所吗？终于来啦。又说没敲门，你出来干嘛？我就用霰弹枪了哦，用步枪太残忍了。但是我人数众多，没有在怕的，好不好？还真挺多，你们一个上可以吗？啊，可以是不是？射击训练班。什么意思？我要等他出来吗？我操！我操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
不要再换子弹了，好不好？快射他！我靠，吓我一跳！这边不能乱冲，这边要慢慢走，这里很危险，各位。在哪里？刚听到有人在笑，在后面。有炸弹，有炸弹！是谁这么阴险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！我靠，他竟然用刺枪术！跑过去再跑回来，他一定要我过去那边。我眼睛是被射烂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眼睛，我操！我的脸全部都是弹孔啊！这边会有人丢炸弹。慢慢来，兄弟们，慢慢来。好，这边可以躲。好玩这边扔掉武器，公平战斗，去死吧你，爆头！他在说什么鬼呢？绝对是陷阱，轻点开枪，直接让他升天吧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啊，不是吧？你不要还要重新玩这一关呢？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意外。
屌什么屌，两拳就死了，这么弱啊，兄弟！又不是什么少年漫画，团结部下能力和战斗能力无关啊。我先问你，你不是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吧？不然到底是谁啦？是巫女指使你的吗？还是说另外有人劫持了神社？确认一下花子现在的位置。三层厕所中央就在我面前。他认识小日向。小日向，听得到吧？我帮你跑腿就是这种下场啊！我当恶里很久了，啊？所以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主管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等一下，他说的搞不好是真的哦。你关心部下，我很感动，但是确认到花者的位置了，我们约定也结束了。这大叔谁啊？他要把我轰死了。花子可能知道小日向课长的一些秘密哦，对不对？干这个坏人。已命中，目标建筑物开始坍塌。再来一发。我们被雷达锁定了。神社开始帮我们哦。无人机信号已丢失。是谁把毒刺导弹？见不到尸体不放心啊，不过这下应该死了。警务局加藤看，果然没死。真的要下杀手吗？这可是白石前辈啊！现在不做掉他的话，他绝对会把我们全杀了。最强等级的恶灵，所以灵物局跟巫女是对立面，然后巫女刚以为我是灵物局的啊，虽然我本来就是啊，可是灵物局背叛我了嘛，所以我现在要加入巫女了，但是不知道他们目的是什么。这老妹儿还真没死啊！欢迎来到赛河神社，白石小姐，我是主任巫女。我睡了多久？200年。你大概睡了9分钟。啊，我在爆炸中9分钟就恢复过来了。从3层楼跳下来，砸得全身都是，结果只有点脑震荡和跌打损伤。你还是个人吗？不过我们要是没来，那你也得死透了。一回来杀我，一回来救我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也许你们想问出点什么，反正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。彻底被蒙在鼓里。上班途中挨了一发导弹。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来到赛河村？本来是我网购的土特产迟迟不发货，就想要给个差评。但是村子整个不存在了，我就很好奇调查了，仅此而已。为什么不提前向小日向课长报告呢？因为我买的土特产，就是说有点被发现了，绝对要被挨骂的。不是，你怎么会认识小日向啊？认识。
从很久以前开始说明吧。我们赛和神社自古以来一直守护的结界术，名为幽千结界。它可以把赛和村全体暂时性封锁在限制和临界之间的区域，断绝一切的物理干涉。赛和村利用这个结界躲过了多次诸多的战火纷争。这边你们自己看，我累了。所以那个进击领悟局是想要这个结界术、哦。对国家利益有巨大作用。遭遇导弹攻击的时候，可以用结界术把它传走，是不是？各国会开始立刻研究对抗结界术。所以他们只是想要保护赛和村。不想让这个神秘的技术流出去啊，变成军事的力量。但他一次又一次的过来劝说我们两三个小时。最后决定进行一次结界实验，时长五分钟。所以就是为了钱，背叛了祖宗十八代，太扯了！你看，见钱眼开。演变成世界灾难，都是你害的。事情的经过就这样啊，三天我们进行了灵圈仪式，幽圈。啊，小日向先生您好，请问这些人是负责安保的？万一今天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啊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走上门。装着消音器，
他把秘密说出来，我就要死了啊！在干啥呢？枪声。秃鹰呼叫各单位，开始射击。他们的步枪，哪里啊？因为是巫女。哇，这个巫女站起来了，她刚不是吃了100枪吗？她现在站起来了。你看，他又站起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人在哪？还有吗？
操哇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让我进去！丢错了，丢错了，等一下。干，脚外拔啦。炸弹，炸弹。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哥，借个枪，借个枪。我操！我操！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。他们从那里射的啦，卧槽！我要先去捡个枪哎、欸，有没有好一点的枪？好，这个好。主任，主任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幸好有防弹衣。神主大人死了，仪式用具也被偷走了，我们快追吧！已经迟了，还是尽快展开防御阵型，应该就快要……今天就是世界末日吗？这是结界展开了吗？太阳光里的阳转化为被太阳光照射的恶灵，就像嗑药一样袭击过来。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紧急呼叫奈良县警察。没用的，到处的通讯都被干扰了。主任说的那个阳变器是啥、啊？好像是把太阳光里的阳变成阴的东西，所以大白天的幽灵也会活蹦乱跳的跑出来。原来这就是对方坚持在白天进行仪式的原因啊！没时间去找阳变器了，请居民到大楼避难。
什么事了？大规模灵异现象！夸大强警报，让居民到政府大楼集合，一大波幽灵要来了。规模灵异现象正在发生，请全体村民立刻前往政府大楼避难。啊，怎么一堆残障啊？啊，居民集中二楼，你守在楼梯口。不要听不到我们的枪声了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爬上楼梯，一律击毙。好嘞。空头贞子是怎么样啊？哦，撒下来了，幽灵撒下来了。拜托了，川岛，我们是第一线啊，没有问题啊。队长，比起集合在政府大楼，让居民分散逃跑，不是更有可能得救吗？你以为敌人想不到吗？反正一大早就被包围了，就算分散逃跑，也会被无人机追着一个一个干掉。这些人只是想要解界术的话，为什么要把整个村都杀光啊？但是要独占那个技术啊，对不对？开始了。下个月准备辞职。我知道了，我要专打那个会自爆的就好了，其他的他们会想办法。我还有装甲车，很简单欸。
手榴弹。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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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手榴弹啦。别抓我兄弟，别抓我兄弟。大家请冷静。在换子弹啊，我操！你看他靠近我，我不能开枪。自尽吧，各位，直接自尽吧，这边没得活了。神咒这边进行了一场恶战，但幽灵的数量其实没想象多。应该是部下们豁出生命，破坏了神社周边的养变器吧。结界被展开了。被偷了，也被困在这边。
报仇吧，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啊。别担心，白石妈妈会帮助你的。别的企图。看来只能抓住我们的小日向了。我是想帮忙，但现状也太惨了吧。只有一次用具，你们就不能向外界求助。所以我也是出不去的。仪式用具还在里面，那为什么你不去找？只要拿出村子就会自毁。他们应该还在村子里分析。政府大楼就是我们失守的那一栋啊。武装者幽灵把大楼层层的围住了，正在巡逻。那就是那边啦。巫女还剩下几个人？还有七八个，还在点烟。足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白石跟鬼一样。别只顾着自己说话，咱们信不过你了。还是我们出去打一架。我一起去。负责潜入。到达政府大楼之后和我会合吧。橘川，带他去仓库吧。我洗个澡就去。人生中最后一次洗澡了。有没有什么强一点的武器啊？有你这个战斗专家的加入，说实话我挺高兴的。我刚才已经被开除了，现在是非公认除灵师。
你在之前是陆上自卫队的吧？我这个人待哪里都习惯不了。仓库里的枪是准许的，请随意取用吧。这是替被你们的无人机杀害的家属们揍的。今天要一起战斗了，我们和大家稍微打个招呼。反正也已经没剩几个人了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想要出发潜入政府大楼的，就告诉我。你好，你在干嘛？辛苦你啦，大齐，叫我白石就可以了。我可是间接杀害你同事的人啊。白石小姐在我们业界很有名的。是我的小迷妹呢。你是谁？我觉得很好奇啊，为什么这座神社没有被灵物局的无人机和直升机直接炸掉呢？赛川主任在神社一带展开了抗电子警戒，无论是无人机或导弹都进不来。好现代化结界啊！这里供奉神灵叫做赖因基。没事，神主大人和主任研究了赖因基留下的古代文献，然后不知怎的就搞出了独创的结界。没有早就被军事利用，真的是奇迹了。我是觉得早晚会被盯上的，但整个村子被屠杀太夸张了。蔬果店的老奶奶、邮局的老爷爷，大家都……东京人觉得我们乡下就是用国福利养活老人的寄生虫吧，所以才伪装成灵异灾害来消灭我们。别草率下结论啊，真相是什么？我为小日向嘴里翘出来的。但无论是有什么理由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。啊，被子这么脏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的。为什么都是血迹？其实收拾掉就可以了。但是收拾掉的话，就会觉得人真的已经不在了。すみません。你叫做白石吧，该道歉的不是你，你也是被上司给骗了。是我们来一起解决吧。结界解除，就立刻联系在金霞的神物厅，同一项新闻媒体、网络平台一起投稿。
要火遍整个世界。大家都是波波头，分不清谁是谁吧？啊，一点也分不清。我也分不清，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？妆容和美瞳之类的也都要弄成一样，否则被恶灵记住的长相说出，就是这家伙就麻烦了。就跟面具差不多啊。是啊，不过假如新来的神社参拜的时候，巫女们全都戴面具，也会觉得很晦气吧？所以就这样折中一下哦，对吧？我是乔爪，还有谁没问啊？还有三个人欸。就是这个，我等着发货的土特产口诀酒。是这些巫女的口水是不是？太棒了。浓缩还原。这样很臭欸。怎么了？我们有规矩，绝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其实是我，假如这样说的话，你还想喝吗？肯定要喝的吧，完全没问题。越年轻越好，没错。拿走一罐欸，偷喝，爽啊。我们一半人住在神社，但我们都不是赛河村的，是从旁边的下游过来的。赛河村的居民只剩下老爷爷老奶奶，这里土生土长的就只有赛川主任了，所以大家是相当于受到岭村这一带破事的牵连啊。我可没这么想。老家很穷，父母关系也差，待在那里也觉得难熬的不行。我偷东西被抓了之后，就被介绍来了这里。这里管饭做的工作也受村民感谢。其他巫女们也是类似的处境，所以不用觉得互相提防。而且时薪有1300了，奈良最低标准工资，你知道才有多少吗？这是初中生就能挣到的时薪1300啊。就是没什么娱乐。学校和这里两点一线的生活，一转眼3年了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里就是我们家。所以说不是被牵连，而是比老家更重要的家被弄得一团糟，比父母更重要的家人被杀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说了这么肉麻的话。
要吃炖肉吗？是熊肉哦。从三楼跳下来，肚子也饿了吧？啊，没事，我不饿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。这里好温馨哦，想必等一下又要一场恶战了，然后大家都会死掉。哦，すみません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啊，是出了点事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你的行动果真随心所欲呢。应该是有病哦。看过了没病的话，那真的束手无策了。而我就没法这样自由自在的活着。谢谢。洗澡被我偷看，还反过来鼓励我，你比我成熟五倍。讲完话了，和菊川对话，要去大战啊，各位，我来了，菊川，怎么样啊？差不多该出发了吧？是的。嗯，转告赛川主任吧。十二当时掉在你旁边的二十四步枪没坏掉，保养了一下，装上了消音器。远处的敌人就用这个装上瞄准镜的 NK14 吧。这是装消音器的9N手枪，室内作战用这个吧，声音比步枪小。防弹背心、夜视镜、头盔。夜视镜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一直在仓库里吃灰，突然坏了就对不起啊。好嘞，都这样了，还用穿水手服吗？我没带其他的衣服。赛川小姐，赛川主任呢？叫我炫音就好了。那我叫你炫音妹妹吧。这么喜欢打扮成女高中生，让你和女高生打成一片的时候，你又不行了。你啊，给我稍微学点，好好说话。菊川，在我们回来之前，把大家整顿好，枪支的状态、剩余的子弹、应急物资都仔细的确认。明白。小日向没有了无人机，现在掌握不了这边的状况，所以他很有可能直接来到赛河村。要是在路上遇到了，我可以为父亲问村子报仇吧。要先让他讲出信息的真相哦。走吧。要徒步啊？嗯，是的。真的曾经是自卫队员吗？这家伙，放心交给我了，好不好？打手枪这种事情打多了，抱歉。幽灵，那是幽灵。灵物神在拘留的违法幽灵当中选拔出智力和体力优秀的恶灵，强制进行残酷的军事训练，组成了幽级部队。死者的军事利用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吧？无线电协同作战射击技术和普通士兵的水平相同。聘人数我们必出，所以不要被发现。是要让我这个活人前进时不要吓到幽灵吗？
三层的会议室，所以我们起码要打到三层，先去二层的机房，把刚才交给你的 USB 设备插到管理的终端上，我们就可以骇入监控系统了，是不是？买通了神社，买通了村政府。我想尽量拿到村政府被买通的证据。明白，出发。嗯，就到草里面趴下。面对面互射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死。就往山那边逃，等到敌人解除警戒再回来。哦，懂了懂了。Q 可以发射震爆弹呢，我操 ！OK。想同时干掉两个敌人，用震爆弹会比较妥当。不用担心啦、啊、放心啦、啊、交给我。迅速卧倒。两座瞭望塔，派了狙击手啊！卧槽，尽量从远处处决，所以要对狙。我懂，我懂。前面的是什么？哦，他们在烧那些人类哦，杀完了就烧掉，是不是？继续前进，我们走草丛啦，草丛看起来比较安全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欸。哦，前面开始有警戒部队啦，然后哨塔要狙掉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哦，是这个吗？这个是不是？有了，处理掉了，各位，这样子他应该看不到我了吧？没错，我们只要解决哨塔上了就好了，其他的比较好躲。偷偷摸摸的，两边哨塔，那这边也要狙掉。欸，好玩欸，这游戏。OK， 快快快，赶快进草丛！哎，谁看到我了？还有哨塔吗？看一下，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哨塔啦。那是谁看到我啊？对啊，已经没有哨塔了，是谁在盯我？啊，里面的是不是？有活人？哪里？我被发现了！我操！等一下！救命啊！解除警戒，各自归位。你确定？我一直在狙他们，他们都解除警戒。有活人？屁啦！抱歉，抱歉，我走了，我错了，哥。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操！太多人了吧！
清空了是不是？搬运尸体，不用了吧？这里他们应该是不会发现的。太惊险了呀！卧槽，他们超准的，你知道吗？快走快走！我靠，他们下车了，他们下车了！等一下，危险危险！我们先找个掩体再打。干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！现在里面没人，对不对？干，还有两只啊！现在，赶快冲进去！开夜视镜，室内枪声比较大，换成手枪。开门，这可以躲是不是？哪里啊？
点子弹，兄弟。对，没错，给点子弹。传送数据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最喜慕的是小日向和村长，还有地狱政策课长的交谈记录。建议医院和高尔夫球场拓宽道路，还要打消外界对收贿赂的怀疑。凭林务省的权限，不可能要求他们做这么多事啊！人上有人，对吧？取得完毕，现在向三层的会议室出发。你先出发，我马上跟你会合。我是感觉不用躲了，我们就直接打就好了。这样是不是快多了？哎，好哎，好哎。那不是我同事吗？我就知道你肯定活着。这个护符还没有分析完，地方上的安全措施也这么完备，我放心了。小和尚科长来了吗？反正本部不在这哦。小和尚科长来了吗？不在哦，所以刚是威胁哦。你不戒烟了啊，恭喜！别给我阴阳怪气。我好准哦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被你夺走一切的人。薛影小妹，香烟可是很贵的哦。你没直接瞄准我的眉间，一定是有什么想问的吧？我们不开口你也知道吧？快说。反正你们不可能活着从这个村子出去的。这里面你自己看。
就这样。这边就躲着一个、啊。我操！哎，电脑可以射哎、欸，细节做得不错哦。好卡哦！你装甲车在外面，等一下吧。哎，不对，那是来接我的，是不是？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哦，这是我要控制哦 ，OK。扫荡一边右转，这怎么转啊？老哥卡住了啦！有这一台不早点开出来，你们打这么辛苦是怎么样？救不活的就别管啦、啊！从现在开始放弃本指挥部，三流的部队全部前往赛河神社。第一个目标是取得仪式的用具，第二目标是歼灭全部的人，还有白石。防卫线吗？榴弹用完了，装甲车留在这。敌人来到神社了，我们快走吧。
看不清楚啊。拿什么粪枪啊，直接冲了啊。大家别怕，我来了。还有机枪欸，情况怎么样啊？能站起来的剩六个，这些是。就不用留了，本来已经死了。确实。集合。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。但是他们的目标仪式用具是易碎品，应该不会使用迫击炮或是火箭炮，对方只能用步兵的人海，连队会有500个。敌人只能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过来，西侧的防守任务交给柴山。好嘞，我把炖肉也保温好了。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吃吧。南侧交给大旗，东侧交给板仓。我在治疗伤员，看到哪里不住了，就让白雪小姐过去。所以我要守三侧嘛，对不对？讲白了就是这样子。不管我们葬送多少恶灵，塞尔村牺牲了212人都已经回不来了，只有这一点不会变。但假如小日向获得了仪式用具，同样的悲剧就会发生在其他人口稀疏的村庄。这个疯狂的计划就让他在塞尔村终结吧。中央官僚那些人渣们擅自把我们当作自己随便回来的后院，这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奈良县才是日本大和精神的发源地。好啊，防守鸟居方向这边吗？
就这啊，兄弟们，就这啊，不是有500只吗？前往西侧。中枪了，橘川，我来了，橘川，不要怕。桥爪中弹了，不要怕，桥爪我来了。给子弹啊，借一点子弹，兄弟，借一点子弹。啊！掉！不是啊，没子弹了，我要去捡啊，没办法啊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啊，这里有子弹是不是？啊，哭啊，早点说。川，
Thank you.
哦，这里好爽哦，可惜有一点卡卡的。这个倒在地上的突然站起来给我两发散弹枪，我操，怎么突然又跑出一个人啊？靠药不是打完了吗？
在那边嚣张什么？还有，thank you.
每次被射的画面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Thank you.
老实讲，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小份 game， 但实际上玩起来呢，除了操作有点卡之外，都挺好的。我之前说过嘛，一款好的恐怖游戏就像是你看了一场电影一样，这个100多块的游戏它做到了，好不好？确实还蛮精彩的啦，不管是剧情啊，或是枪战那些，我都觉得还不错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刺激的一款好游戏，推荐给各位，好不好？好玩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进击灵物局就讲到这边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下部影片见。拜拜。